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ernet，欢迎来到 Game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来玩一个手机游戏。对，因为今天我突然觉得，我觉得今天没有影片可以发了，因为我库存都用光了。然后我今天就玩了一整天这个。所以我就想说，要不然我就来拍这个游戏吧，这游戏叫做《别踩白块儿》，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游戏了。你们看，就是对，那这是第二版，那它这是一个很需要一些专注力的游戏。那我现在十等了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今天才下载，所以今天十等就还 OK。那它一开始最简单是小星星，我们先来玩玩看。它就是要跟着旋律，然后按这个黑色的块，然后长的就是你要长的拖曳。对，这很需要专注力。好，现在两颗星的，它越来越快，所以很恐怖。这就类似 demo，如果你们知道的话。这游戏也红了一阵子，但我之前有玩过，然后把最难的那首弹完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。然后现在我又下载起来，因为我看那个，我看有一些朋友也在玩，所以就觉得还不错。那现在三颗星了。然后皇冠是更厉害的，皇冠比星星还要厉害。现在两颗很快了，它居然越来越快。再是最简单的就那么快了。啊，没有。这是我最高纪录，两颗皇冠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歌单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卡农吧？我们来谈谈看卡农。越后面会越快。对，卡农，你们应该都听过吧？那我对不起，今天的影片不太能讲太多话，因为我要很专心，才可以玩得好给你们看。
课玩那么强哎，一定是有你们的帮助，你们这些人类的帮助。影片太长了。好，然后耶、我在影片中升到第11集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啦，那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这些11集的，我们等下一次再玩玩看，给你们看。因为今天，哇，我原本只要拍个5分钟的影片，现在已经录了19分钟，我不知道我剪出来会几分钟，有点恐怖。那我们就今天就先这样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